当然差一场比赛的胜利就可以拿下今年这个24年的总冠军。小登登这个球打到三垒方向，穿越出去了。哇，这个球够好稳，整个布阵方面哦，已经有针对邓志伟的攻击方向来做掌握了。他竟然可以打到一个棒子头，竟然穿越了三友防区，大家注意来看一下，打到棒子头，然后这个球很顺利的穿越了三友防区。连续的两个半局啊，这个邓志伟呢，还有张泰山都是在第一位上来的打者就敲出安打。我来看一下这个慢动作，看得有够清楚的啦，就是中棒子头。